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这次要来久违的 iHerb 开箱，我也是大概有两三个月没有买吧，然后这次又买了一大箱，然后又买了不少新的东西，还有之前买过的东西，那就来看看吧。哦对，然后这次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它这次里面就是都没有放一些防撞的那个蓬蓬的那个东西，之前有，可是这次没有。然后我觉得箱子好像也有变。就是这样嘛。再来看，就是我有买过的东西 ，Bellflower。因为我现在就是像越来越常做，像是马芬，还有先前做的甜甜圈，还有就是糕体类的东西，所以我最近很喜欢用 Bellflower， 就有再买了它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就是 unsweetened coconut flakes， 就是没有加糖的椰子干片。先前我有买过烤过的，但是我觉得烤过那个口感就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就是它那个比较还是有点软一点。我想说，那就干脆买没有烤过的，然后要烤的话，再自己把它烤脆一点的。那我这个一样买了两包，因为比较便宜。还有这个椰糖，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是很喜欢做烘焙的类的东西，就常常会用到椰糖。那这包我先前也有买过分享了，我觉得味道还不错，对，所以就继续又买了它。然后另外，就是新的那个买的巧克力，对，我想买这个想买很久了。然后就是因为先前 iHerb 有比较特别的，就是像规定吧，就是夏天的关系巧克力担心融化，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巧克力是不能运送的。然后我终于等到了十月，终于可以运送了，对。然后就买了这包。那这包它里面是，它这个是endangered species 的品牌是这个。然后它这个是Extreme Dark Chocolate Bites， 88% 的巧克力，黑巧克力。它后面我看一下有没有写成分的部分。成分有苦甜巧克力，然后包含里面的就是巧克力块，然后糖、大豆软磷脂，还有香草。对，就这样。我是在看英文啦，对，应该是没有错，还蛮纯的，真的。还有就想说要买来吃看，所以现在就打开来吃一个吧。你看里面是这样子单包装的，好香哦，也是有香草的味道。我无聊，上面有写88%，对。那我要把它打开来吃吃看，是长这样，不知道吗？好像呢，人家拍这样拍化妆品，我这样拍食物，就还蛮黑的，真的。然后上面有一个，对，应该是可可豆的那个吐司，就来试试看吧。它口感很好。它是88%，可是它不会到很苦，我觉得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苦，可能也是因为我平常吃苦的。好吃。然后既然在都提到巧克力，就看下一个。这个是黑巧克力那个豆，就是很适合用来做巧克力豆饼干那类的，对。然后这个是黑巧克力，然后它这边有写是那个69%的，对。今天买的，然后接下来看到这个是那个益生菌，因为我先前买的那个停售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它停售了，所以就该买其他的就买了这个，想说试试看。对，看它评价是不错啊。OK， 真是多重包装哦，外面一样都有这个。OK， 它这个的颗粒超大的，这个颗粒真的超大的。它这个是建议每天吃两颗搭配水。然后建议是要放在冷藏，运送过程中是没有冷藏，但是我听人家说还是 OK， 就是天气不要太热的话，对，所以就这样。然后我这几天再来吃吃看，因为它颗粒真的有点大，所以我很好奇我吞的时候会有感觉。这个讲，就是这个是我之前就一直很想吃吃看的那个 sunflower butter， 就是它是叫 sun butter 的。那个葵花籽酱，就是这次终于买了它，对，想说
看要留到下次的那个那巴的评比，就是坚果酱和种子酱类的评比。对，那就等我。这次就是这样，感觉好像没有很多，但其实还蛮多的啦。我就是重量快要超标了这样。那巧克力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，我觉得巧克力还蛮好吃的。那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次见咯，快速开箱，拜拜。